很 fucking 好吃，那东西很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他们的肉。 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 check in 我们的房间。这里的水真的是很清哦。啊？咩？边度有声？按住住先。 没有力，有什么事？This room is lit. So, 有厕所，我们吃的就这样。然后这里就是冲凉的地方，洗手的地方。还有，就三张床，然后我们是对海的，我们就是对海的，它海真的是非常的清，很。 真的是很清透不一样的，这样真的是完全跟照片一样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海边玩了。这里的海真的是很漂亮，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snorkeling。我们要去 snorkeling。 Feel me.
做模特。现在我们已经吃饱晚餐了，我们现在要去看海。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，又非常安静，又不会讲很贵那些。就趁现在就刚好开放了就去。所以一天的假结束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二天再见。早安。今天是罗罗丹的第二天，所以今天是八点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先。就每一次来旅行，我最期待的就是他们的早餐是怎样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是长这样，就是非常简单的衣服，拖着。今天我的妆容很好看，很淡，很喜欢。然后呢，我的 lens 是来自 Mac Bunny 的。懂不懂什么叫放弃现在？ Give it another try。Can't get triple light。Feel upset yourself every time， 等不到的也许就是现在。You don't give a fuck， fresh around you anyway， anytime。感应就像在那手机里不停猜 ，LSR 音波死循环，吃了吃的骂着他的不间断，却又被他牵着鼻子走无限转。是不是觉得没有他就没有 life？像失去了氧气的 candle fire， can't hold the grow。 嗨，那么呢，今天就来到了第二天，就这是一个蛮开心的啦，就三天两夜这样子。然后我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它叫做 Laguna Resort。 我在这里呢，这三天就是有做了就是潜水啊，还有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小鱼的，是很可爱。这个 MCO 过了这样久可以出来玩，真的是一个很开心。想要来的话呢，真的是推荐大家来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跟订阅哦，拜。